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欢迎大家来到猫子厨房。今天佳佳很想与大家分享这道传统充满着满满的祝福糕点哦，就是这道人人皆知的发糕。发糕在过年过节总是少不了的糕点哦。在小时候，阿妈呢常常会亲自做出各种样式的发糕给佳佳吃哦，这对佳佳来说是非常温馨的回忆。当然在传统的市场还有超市也可以买到现成的发糕。发糕食材容易取得，而且呢步骤简单又好吃，不妨试试自己动手做哦。让我们一起蒸出一锅蒸蒸日上，发糕又发财，一路好运来，发财糕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一起选材料哦，盐、食油、斑斓叶已经有啦，不需要买咯。出发啦，那你们一起进去选材料哦。今天首先我们要选的就是糍粑面粉，走吧。料理啦，品尝时刻，椰浆香味真香，口感 QQ 的，好好吃，又有蛋糕的蓬松感，再来一口，不客气啦，多来一个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关注妈子厨房。妈子厨房与你有约，期待与你下一集见。